当合租女室友一大早看《甄嬛传》，喂，喂，我说你俩声音能不能小一点？这外面还躺了个人呢。你看看外面的太阳，都中午十二点了，你还睡啊？周末你就是啊，有吗？还真是哈。那啥，我那个房间躺好没？早给你躺好了，哪知道你睡到现在也醒了。我这不是明天休息吗？不然 我早起来了。哎，你们谁点外卖了？我。妈，你怎么过来？我再不来，你上天喽。我哪有啊？昨天的电话啥情况呀？我那昨天我朋友跟我开玩笑呢。这两位是？阿姨好。啊、哦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这是啥情况？那个妈，你先到我屋里面坐一会儿啊。那个我等会儿再跟你说。你先坐一会儿。你看你这屋怎么乱成这个样子，也不整理、啊。我这不没来得及收拾吗？你先坐一会儿啊，妈。好，你快点。阿姨怎么来了？那个我妈估计是来催我相亲了。那个你俩谁一会儿客串一下我对象呗？哎呀，帮个忙，那啥，回头我请你俩吃饭，好吧？就拜托拜托了啊！阿妈，你怎么还收拾上？你回头我自己收拾呗。收拾一下，叔叔，你俩啥情况呀？那个妈，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吧，其实我谈对象就刚刚那其中一个，另一个是她闺蜜。我你那以后能不能别老让我去相亲？真的假的呀？哪个是的呀？啊，那个，哎、好，哦，我是你儿子女儿。啊，阿姨辛苦见面，多多关照。啊，好，怎么样，漂亮吗？啊，阿姨你好，您来之前也没有提前说一声，作为你儿子女儿，我都这什么情况呀？那个，你这突然整出来两个女朋友啊？是我，这谢边是也来了吗？不是，这写剧本呢、啊？